哎，那我给你变个魔术，把手伸出来。妈妈，你玩这个。大家好，我是吉吉，今天带你们去会一个1.85米多伦多天花板，是个开迈巴赫的二代帅哥，怎么样？见一见。他们好看，还有很多人追吧？哎，你追你的，别管他们。你喜欢什么类型啊？黑头发、直头发、大眼睛、黑色羽绒服、年轻吊带的。你长得帅的都蛮有眼光的嘛。但我听我朋友讲，真的很多人喜欢你，有没有什么很灵的妆？有的时候二上二下就特别好，因为 KTV 不是只有一个厕所吗？然后你可以和他稍微再抢一下厕所。比如说他在你后面，你就会可以和他说，这样我玩剪刀石头布，谁赢了谁先去。然后你就故意慢出一点，比如花束剪刀石头布，这样是不是就有点那个感觉在里面？就不仅不会觉得很刻意，然后人家赢了还开开心心的，感觉还挺亏的。那肯定啊，这女孩子是要花点心思的呀，对不对？那上次我跟老王他们一起玩的时候，为什么你上厕所不让我？你哪个第四球不是我帮你喝的？我什么时候让你喝多过？你这个空调开的真的有点热，不想脱个外套。那我空调开再猛一点对吗？那你喝酒的时候没有碰到过那种很离谱的男的？就之前我和我朋友去喝酒的时候，12点半喝得贼开心，然后他突然和我说，不是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前方一个行情，正前方一个行情，后面一个行情。我说你看几个行情啊？他说连卡上那个好像是5个。然后说我怎么办？我说能怎么办？我说不然卡上那个我万一走一会儿还有怎么办？兄弟只能帮你到这里了。我今天还给你带了一个小礼物，小礼物可干净。